设施。本剧场二楼设有1931咖啡厅，随时有正式团员在此为您服务。洗手间位于大厅入口处，如需使用请于入场口进出。剧场座位共305位，座椅上不设行李架，请将您的随身物品置于座位下方并妥善保管，以免丢失。如在观看公演时因太过激动导致呼吸不畅，请与现场工作人员寻求协助。剧场两侧设有安全门，如遇紧急情况请听从工作人员指引，由中央走道及两侧安全门进行有序疏散。本场次公演全面开放拍照，请准备好您的摄影器材，各式应援物及一颗期待的心。1931第四季与你的季节特别公演即将开始，敬请期待。已经离开我整整15天了，这15天以来我一日三秋茶饭不思，每秒脑海中闪现的都是我们曾经那些快乐的画面。在你离开我的这段时间，我已经竭尽所能的去寻找你，可是到现在都没有半点你的消息。没有你，我的人生色彩全无，没有任何意义。7月22日，与你的季节不得不来。Just you know why, why you and I will buy and buy no true love why.Sometimes we'll sigh, sometimes we'll cry.听到枪响的那瞬间，我要释放心中全部的能量，抓住它，跟随它，让它指引我在这条跑道上完成我最终的使命，尽管这可能是我运动生涯的最后一战，但我仍会拼尽全力。失败的伤痛对我来说或许是短暂的，但年龄的增长对我来说却是致命的。这就是我，一个52岁的高龄运动员。我要一直拿着属于我的接力棒，风雨无阻地冲刺在道路上，完成我最终使命。那就是7月22日，不得不摇。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启怡，今天是1931女团 Team Two 特别场公演的日子，希望你们可以演出成功。未来有机会的话，我到广州来看你们的演出。你们好，我是关楚耀，今天是女团1931的特别演出，
祝你们今天演出顺利。Good show。Hello， 大家好，我是徐良，预祝一九三一新一季度原创公演圆满成功，希望有机会能够到一九三一剧场去看大家的表演，加油！预祝一九三一新一季度原创公演成功，希望有机会能够到一九三一剧场看大家的表演，加油！我是荣叔。大家好，我是仔仔模仿荣。那今天的日子非常特别，就是我们一九三一女团 Team Two 特别公演的日子，在这里要祝我们公演成功，粉丝越来越多，加油！Hello， 大家好，我是何炅。今天呢是一九三一女团 Team Two 特别场公演的日子，在这里呢，希望大家可以享受今晚的演出，也感谢粉丝们一直以来的支持。一九三一女团 Team Two， 加油！
是我的 melody， 点点彩虹花香的是我和春雨的痕迹，无意中发现了成长的 fantasy， 梦想和信念是我的旋律，歌声是我的力量和勇气 melody。
大家来个集体的自我介绍。我们是1931 Team Two。那么今天呢，7月22号是我们1931与你的季节特别公演场。特别公演场呢，同时也是辣辣的生日场，所以我们现在集体的祝辣辣一句生日快乐。Hello， 大家好，我是1931 Team Two 成员于子涵，奢华名品于子酱，三一名品于子涵酱。谢谢大家这么配合我。思谦还在微博上公开说我的自我介绍是最无聊的，哪里无聊了？这么有印象点，是吧？那我们今天，哎，不说思谦了，我们来夸一下辣辣。今天，我来夸辣辣什么呢？就是，你先，哎，你要先冷静一下，给他们一条活路，朋友们，谁能？于子涵。谢谢，我把这个重要的事情忘记了，不好意思啊。那我还是继续来夸一下辣辣。我要讲辣辣就是他很大方的事情。就是辣辣为什么大方呢？因为辣辣每一次跟我们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啊，我们平时私下里习惯是 AA 制，因为很穷嘛，我们都没有谁能请得起。但是辣辣是很有钱的那种人。我的钱从哪来的？就是他只要一结账的时候，我们说辣辣，我们给你们转钱吧。辣辣啊，不用了，我请你们。然后就是哇，有钱，让我想跟他做一辈子的好朋友那一种。而且哦对，还有就是我有一次去辣辣的房间的时候，看他桌子上有一个小化妆刷，是那种猫爪的形状的，然后我就说哎呀太可爱了，我就看了一下就走了。结果没过一个礼拜，没到一个礼拜，他就拿了两只化妆刷来到我房间，给了我和小梦一人一个。对对对，我是不是很贴心？是、哦、贴心，超喜欢辣辣。所以辣辣，你想要什么生日礼物呢？给点钱就可以了。好吧，谢谢大家。好，王子呀王子，世界上最可爱的公主是谁呀？星星公主。哈喽大家好，我是1931 Team Two 的成员向玉星，可以叫我星星，谢谢。哇，向玉星，谢谢。哇，今天的 MC 的话题是说你眼中的辣辣。那么在我眼中，其实不得不夸一下辣辣啊。我觉得，哎，你们都知道男友力是什么东西吧？就是形容你这个人很 man， 对不对？那我觉得辣辣在我眼中是一个非常有女友力的。哦，吓死我了！我以为你说我很 man。 没有，就是夸你特别适合当别人的女朋友。哦，没错，听见了吗？你们真的，在场的男同胞们，我真是发自内心肺腑的。为什么呢？其实辣辣表面上看起来这么。怎么了？女友力这么什么？这么可爱，花枝招展，可爱多姿。这是夸人的词吗？我只是说你表面上，但是呢，其实内心上是一个非常的可爱、非常温柔的一个人。你们不信吧？其实辣辣在我们团里就是经常会为我们编头发，比如说这些好看、这么有难度的头发，很多辣辣都会编，甚至比我们的发型师编的还好。啊！哇，这是真的，会不会要生气喽？可以可以。所以辣辣，以后假如没有以后，假如、哦、以后，那么在这里祝愿辣辣啊、就是因为辣辣，你们知道辣辣其实是一个非常喜欢在团体里生活的人。那么我祝愿辣辣以后能和我们1931一起走很远很远的路，然后越来越好。哇！好吃不过饺子。最甜不过包子啊！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1931 Team Two 成员周淑妍，大家也可以叫我包子，谢谢。周淑妍，谢谢。说起娜娜的话，其实娜娜在我这边的第一印象其实是一个老师的形象，因为。我们的小老师像我们接下来会表演的一首《盛夏星空》，我这首舞的所有细节都是我们娜娜抠的，哇，包括每一个手应该放哪里啊的感觉都是娜娜教的。原来是这个老师的意思啊，我真棒啊。所以我也说你一说又要所以说明他不仅心灵手巧，而且就是智商各种肢体各种方面都很棒。是的是的，没有错。好，所以呢也在这里祝我们的娜娜可以什么来着可以
越来越瘦，身材越来越棒。嗯，好，谢谢，谢谢。小游，小游，你是小游。再说一遍，我爱小游。Hello， 大家好，我是一九三一 Team Two 的成员徐小柔，小游，谢谢大家。哇，是小游。啊，谢谢大家。今天的想这话题当然就是说我们寿星辣辣。然后我在微博上祝他生日快乐的时候，其实也说了，我说他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因为大家都知道嘛，我们是从事小偶像这样一个工作，所以化妆卸妆对我们来说就是几乎每天都要做。我刚进团的时候，可能因为我眼睛也比较敏感，然后我在卸妆这方面就是特别偷懒，就基本不会到底该怎么卸。然后有一次你还记得吗，辣辣？记得记得。有一次我就去他屋里找他帮我卸眼睛，然后我本来是真的很是有多懒卸眼妆把眼睛卸下来，然后因为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其实真的挺困难的，我每次卸的时候眼睛特别疼，他那次帮我卸眼妆的时候我都感觉我沉醉其中了。他那会儿帮我卸完妆之后他跟我说，好了起来吧，我说能不能再卸一会儿，就是他太温柔了，真的无论是什么事情上面都特别温柔，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很适合做老婆的人，所以我相当羡慕那个以后能把他娶回家的人。哦，听到了吗？听到了吗？朋友们加油啊！我现在开始努力。好，谢谢大家。哇，玩和笨蛋的关系是完蛋了。Hello， 大家好，我是九三一 Team Two 的成员邹艳娇，也可以叫我大丸，谢谢。说到我要夸辣辣的话，我不是来夸他的，我是来拆台的。哇，刺激刺激！每一次倩倩不在的时候，他都会欺负我这个团宠。嗯，你问他，你不要看他温柔贤惠，然后对，但是他其实是个很粗暴的人。啊，我没有，你们相信吗？没相信。我跟你们说，每次倩倩说娇娇，他说滚，不许叫我们家娇娇。对，然后倩倩每次说娇娇，他就说你闭嘴吧你，我掐死你家娇娇。对，但是其实还是勉为其难的夸你一下，你真的是个非常身材非常好，然后非常可爱的人。对，谢谢，谢谢你。谢谢大家。稍等一下，朋友，请留步。什么事儿？等一下啊，我记忆力有点不太好。那么今天呢，我还要就是祝一位叫 ID 是月秀安爷的，祝你生日快乐，谢谢。哇！啦啦啦啦啦！朋友们羡慕吗？多多来剧场，现场的都忘记，记得回购积分啊！对，用你们的积分可以换生日祝福的。那在我们走之前，再集体说一句对辣辣生日快乐！谢谢，谢谢，拜拜。大家不要觉得奇怪啊，通常我们过一场生日场，大概要说十几遍生日快乐。对，那我们再说一遍吧。啊，快上去吧你。哇哦，今天天气真晴朗。Hello， 大家好，我是一九三一 Team Two 成员孙明阳，现在可以叫我亲哥，谢谢。三二，孙明阳，谢谢大家。然后今天娜娜生日，我就是非常的开心，真的很开心。有看出来了，因为真的我和娜娜以前就是在训练生的时候就非常的，我们是生死之交，对吧？对对，是因为我们当时练形体课的时候，我们俩就是在我旁边嘛，然后每天老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然后我们就非常的苦恼，然后每次就是特别给我放神，你知道吗？轻一点娜娜，轻点轻点轻点，哇，全部真的就是压腿的时候是吗？对，压腿的时候。哇，就真的非常的温柔。然后也真的很希望娜娜能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就是非常的顺利，然后实现自己的梦想。哇，好，谢谢，谢谢小明。哎，你也忘了点什么吧，朋友？我忘了什么？好，不好意思，是不能那个在这里也要祝 ID 是冬瓜的生日快乐，然后希望天天开心，谢谢。好，就这儿啊，恭喜恭喜。好，
梦里发梦的不是小梦，是小梦。Hello， 大家好，我是1931 Team Two 的成员林小梦，大家可以叫我小梦，谢谢。哎，谢谢朋友们。然后今天我就要给大家讲述一下我们的辣姐为什么叫做鸡姐。大家看到开头的 VCR 上面写着开头什么与你的鸡姐，看她对我们多重要，这一套公演都改她的名了。对啊，我的公演。嗯嗯，是。然后就是以前我们出去吃饭的时候，比如吃炸鸡啊，或者吃鸡汤啊什么，她总会说为什么吃我们小鸡，又吃小鸡，小鸡多可爱啊。然后我们就嗯嗯，就是哪里怪怪的。然后你自己解释一下呗，为什么叫鸡姐。不可描述，这个有点就是你们啊自己懂就行了，不要深究。对对，而且我们的乌辣辣啊，乌辣辣我爱他的心和身。对，哇，没有太多的意思，大家不要想，不要想太多，就不要想太多。然后而且鸡姐是唯一可以把我们暴躁的一只犬，对，暴躁的那只哈士奇唯一能够制服它的人，也是很强大的。我真棒。我不敢再多说了，我要先退下了。来来，生日快乐，谢谢，保你做一辈子的好朋友。谢谢大家。你是想让我请你吃饭吧？啊，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哇，揉啊揉，揉出一个圆圆的露露酱。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哪吒李牧阳，大家也可以叫我露露。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们的公演，辛苦啦。谢谢。那么我今天是一个哪吒，我下凡来干什么呢？当然是为我们的一个成员送祝福，对不对？好，他今天是我们的小寿星，也是小辣辣。为什么要加个小字呢？因为来，小朋友告诉在座的哥哥姐姐，您今年高寿了？我今年18岁。哦，18岁。哎，不是16岁吗？很厉害。对呀、啊、不像吗？像。我觉得身为18岁的小朋友能知道1931很前卫了。不错。那么说一下今天 MC 的话题，我觉得辣辣是一个很容易受气氛感染的人。就像我们那天在 KTV 给他过生日一样，我们是准备好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蛋糕，哎，也不是很大哈，两个巴掌这么大，也不是很大，就一个蛋糕，然后我们准备给他一个惊喜。结果辣辣在门口等了半天，我们以为他进来的模样会是然后痛哭流涕，想太多。结果我们一进来，我们说祝你生日快乐，就然后辣辣突然尬舞，你知道吗？然后哎，能用生日快乐尬舞的人我是第一次见。这是有原因的。为什么？早早在群里他们这群人就开始了，哎，我们下去吧下去吧，我们下去把辣辣那吃的拿上来吧，哎，不要让他看见。哎，今天把曹娜踢出去，踢出那个群，我就说我什么都没看见，我回了一句我什么都没有看见，你们继续好了叫我啊，告诉我是谁。就那个小眼睛的。原来是小眼睛。谁？你们两个谁眼睛比较小？谁？好，就是这样，谢谢大家。哇，谢谢。彤彤，谢谢。主角留到最后。对啊，因为今天是辣辣的生日，所以我先来。好，彤彤彤彤，单身单身。大家好，我是1931 Team Two 的成员尹欣彤，你们可以叫我彤彤。尹欣彤，谢谢大家。说到辣辣是一个，我觉得辣辣平时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不管做什么事情，尤其是跳舞的时候特别的认真。之前我们好多动作就是一些很小的细节大家都不太记得清的时候，然后辣辣他都能记得特别清楚，所以说我觉得他是那种记忆力超神。对，说明这个团里面谁我脑子最好，不像你没有。所以我是我特别佩服他的这种记忆力，还有认真的精神。好，谢谢大家，棒棒的，谢谢彤彤。狗狗狗狗，动动动动枪。Hello， 大家好，我是1931 Team Two 的成员 ZP， 谢谢。生日好，谢谢大家。然后我今天就不祝他生日快乐了，因为在他生日的
前一分钟，我每隔十秒就说，拉拉你马上就要18岁了呢，是吧？然后我眼中的曹娜呢，就是我觉得她是一个特别爱家的人，因为她跟我说，她就是她悄悄地跟我说，她小时候的梦想就是23岁的时候结个婚，然后25岁的时候完成人生中另一件大事。什么？对对对，但是上天呢没有给他那个家，给了他我们这一个家，所以他非常的爱我们，然后我们也非常的爱他，所以我想告诉你，就是不要想那么多，至少我们现在还在一起，我们会永远在一起的。还有就是刚才小柔说谁把他娶回家就占了便宜是吗？不好意思，他在我家里面了，拜拜你们。哎呀，龙哥，好有福气哦。到我啦，乌啦啦乌啦啦乌啦乌啦嘞，乌啦乌啦乌啦嘞。Hello， 大家好，我是1931 Team 2的成员曹娜，你们可以叫我啦啦。曹娜，生日快乐！哇，谢谢大家。啊！好了，谢谢谢谢。耶！我最喜欢奇葩们。哦！哇！谢谢谢谢谢谢，好开心呀！我的生日场，然后可以赶上，就我太会生了，哇塞！生在这一天这个特别场，然后可以看到这么多的朋友，还有我们的特别嘉宾，然后我就是非常的开心。然后听了刚才前面那么多小伙伴夸我的话，就是总体来说，就是这一期公演，就是这个屏幕底下可以写上我的联系方式、电话，然后呢，对我有兴趣的就给我打电话，可以联系一下，然后就可以对，为什么可以邀请一下，看有什么男嘉宾那种，可以参加相亲节目了，被你们推送出去了，感觉还报个灯，顺便报个灯是吗？对啊，亮灯。看样子我在1931是全部都是亮灯的，没有灭灯的。然后非常感谢前面的小伙伴已经夸了我那么多了，我就不再自夸了。然后18岁的生日非常的开心，然后今天是我们7月22号的特别场与你季节的特别场公演，然后呢我们的音乐制作人我们的宋宇斌宋老师也来到了我们的公演现场。老师的表情。非常感谢为他为我们制作出了就是这么好看的一场公演，这么好听的歌曲，然后呢希望我们今天的这场公演可以交一份完美的答卷给他。哇，掌声。哇，然后还有最后就是这位朋友非常的幸运啊，跟我一天过生日呢，这个 ID 为小 M 无聊中的小伙伴今天有来吗？哇，那就再见，不祝你生日快乐了。没有，还是要祝的，希望你新的生日是过生日对吧，长大了一岁早点回家，谢谢谢谢，回家哦，早点回家，对，这才是你的家。太刺激了，真的。我们这个炎热的夏天最想干的事情就是去游个泳，去旅行，对，所以下一首歌是跟旅行有关的歌曲，叫做《提拉米苏》。哇，拜拜。你写的诗情画意，你总说有天要离开这里，驾着罗马或者是巴黎，带上你的吉他没有行李，寻找永远的奇迹之地，那就走吧，现在就出发，别让时间停止，不牵
烧一烧
也给我看见小黄黄怎么办，爱上你的夏天肆无忌惮地覆天翻，牵你的手到海角和天边，在阳光灿烂的夏天，我你让我坚强不脆弱，你让我生不杀生，爱是你最美的承诺，紧紧拥抱这一刻，甜蜜的洒落了。眨眼你出现，给我烦恼也给我温暖，好灿烂，爱上了 shining sun， 肆无忌惮披风天翻，牵你的手到海角和天边，在阳光灿烂的时刻，你让我坚强不脆弱，你让我生不杀生，爱是你最美的承诺，紧紧拥抱这一刻，坚强不脆弱，你让我生不杀生，爱是你最美的承诺，紧紧拥抱这一刻，甜蜜的洒满了。你让我坚强不脆弱，你让我生不杀生，爱是你最美的承诺，紧紧拥抱这一刻，甜蜜的洒满了。轻轻牵在手中，红色蜻蜓隐藏在夜空，银色天河装满六色寒光，七色风铃静静的动听，绿色森林传来了阵阵欢铃，黄色蓝天听到了蝴蝶声音，灰色秋千被搁浅在蜡烛的树林，落是谁渐渐的心奄奄，这一场流星在许愿，透过玻璃球这一场流星在许愿，透过
哎，一首《盛夏星空》，有没有觉得特别的燥热呢？燥热，大家想不想看我的 solo 表演呢？想。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一曲《如果我是 DJ》，你会爱我吗？会。开玩笑，开玩笑的。来，请你。啊，如果我是 DJ 啊，好，今天嘛特别公演，特别在哪儿呢？我们的大 MC 环节也要很特别，就是我来为大家表演一首《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下去，下一个。啊，我们是要玩游戏哈。啊，玩游戏，玩游戏啊，玩啥？玩就玩这个 DJ 呀、啊，好正经一点，正经一点。今天我们特别场就要玩的特别一点，啊，怎么特别呢？就看，请看提示板。姐妹蜜语，要、哦、吧？我不敢。哦，好，我来。小偶像，哈哈，分成两队进行 PK， 每队五个人，队员戴上播着音乐的耳机，就是我脖子上这个。嗯、哦，在20秒之内将题目依次传话给下一位，由最后一位队员说出答案，答对字数最多的队伍获胜，哦、同音字算答对。这个游戏啊，这个、游戏好耳熟，哎，有一点眼熟，有没有觉得？这个好像在偶像不像话里曾经玩过。偶像不像话是什么呀？偶像不像话就是我们好好说话啊，好好说话就是我们成员自己自制的一个小综艺短片，对，小短片制作部，对对，我们只是参演，我们只是参演，对，每周都会有公演嘛，然后在公演的中间时段就会播出，对对对，其实就是用来拖延换衣服的时间，对，没错，但是特别有意思，特别好看，特别有趣，大家可以上我们的官博上去搜索一下，对，官博 B 站，偶像不像话，非常不像话。然后就是那个娇娇，那个什么黄医生、王医生啊、哦，黄医生，然后医生现在那除了咱俩是主持人，咱俩就分两、嗯、对对 对, 对，这个趁他们还没上来，我们就先把队长的位置抢走，对，抢走队长。那队长一、队长二，你们把我当什么？你队员儿，抢走。哦、所以你们现在两个是队长，然后我要来选是吗？啊不，我们来选你。哇，我选，你选，你选，你选。哦，你选，你想清楚了，队长，对对对，那副队长在这儿。小柔，你们觉得我选涵涵好还是小梦好啊？可以可以，这帮人太套路了。真的，我下半生的幸福就靠你们了，快好好选。选我，选我，选我！你们俩，选我，你们俩石头剪直布吧，剪直布啊！石头剪刀布，行行，剪直布，来，石头剪刀布，我赢了，哇！好，我选你了，就这么草率决定了。假如你没来的话、嗯，我就会以副队长的威严来命令你，必须、你以后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如果你输了，我就会说安慰一下你，然后我还是选你。那我安慰一下我呀？不需要，不需要，我们的队友们，队友呢？我要选最聪明的队友，对，我是最聪明的。你不是最聪明的，只要不选星星就行。你嘴瓢，你玩不好这个游戏。有道理，嘴瓢。哎呀，我的队友们，都装备好了。这几个我都不太清楚。我是听力比较好的那种。来，我这几个，那怎么都孤立我呢？来，我这几个，来选我，就是谁在呼叫我呀？咱俩往前一步吧。啊好，就是跟我一队的上来。来我后面，我跟我一队的自己选吗？涵涵吧，涵涵看起来，涵涵是最爱我了。涵涵，我是不是？你看彤彤去你后面的时候一脸不情愿。哎，好像我这边人多一点哎。是呀，来往两边去。来这边，我队的我方队友请上镜。等一下，我可以叛变吗？我方队友，哎，你们输了，你们输了，我们哎，我们输了，我们输了。你方队友有星星，你们这边有星星。哎，最后那我就把娇娇让给你嘛。不行，我觉得你们那边好像气场更高一点。娇娇，娇娇，咱俩脆丁壳。啊，他们两个都脆丁壳了。我不，你们是种子选手吗？有人在抢你们吗？行了，那个你选一个人吧，我随便送你一个。我选娇娇。那你去吧。好，去吧。Yes。怎么着比星星多了也是。怎么着也比星星好。来来来，主持人要站中间啊，主持人的威严。来来来来。然后现在。那谁先开始呢？我这么惨，当然我了。好吧，那你先开始。来，来来，我们的队员们，让我看一下都是谁。我的队员，我们布一下阵。我第一个，第一个，那我最后一个，我自告奋勇，我来当主持人。你们叛变，不参加的去那边。好，我第一个。来，第二个谁啊？来，先拍拍第二个，娇娇来第二个吧。
什么第一个队长安排一下谁第一谁第二队长第二个我们队员是谁呀、啊、我想看你是他们队的你不是我们队的你走开一点儿就这样就这样好好好哎还有一个人我们队员娇娇吧不是娇娇我们队不是娇娇你们不知道谁队的成员都搞清楚了有来来来来啊小胖队洞洞大文看见没有你是哪个队的洞洞你是哪个队的小闷是谁哦小闷小梦小闷来来来站好了站好了都干什么呢还想赢了我方队友去那边待着去院长队来来我是谁我在哪里你们站好了站好了按照名字排好了会不参加游戏的去那边你是跟我一个队的你去那边现在来来来不参加游戏的来这边朋友们对对对，你们把耳机都戴上吧，看一下人啊。哦，现在就戴上吗？对，现在就戴上。你是不用戴，我不用看词儿的人。好，我还没戴呢，其实有点怕呀，我都听见了。这怎么了？戴上包子，不要戴上，看向前方，把你的眼睛捂住。别听了，你要准备看词儿了。太大，谁来看着前面？都看着前面，他们是不是都看不见？来来来来来来来，不要作弊。好好好，好，来，来组，请出题吧。我的耳朵。我看是吗？出题。好，收收收收收收收。一二三，来来来，好来来来来来来，一二三，开始。我控制不住我自己。八个字。我八八八。我你我控制我抽筋我控制不住我抽筋控制不住我自己呀我不控制不住我自己。我啊你靠我我控制控制哦我控制不住自己。好，现在来，三二一，开始。我控制，我控制。你偷吃。控制。后置。我控制不住自己。我控制不住自己。不要发音那么标准。断，停，有点快啊！三二一，开始。我你我控制。我不行。控制。有劲儿。我控制。我控制好劲儿控制头控制头醒控制我是到底什么我控制我自己我突袭我自己我控制我自己我控制我自己下一个下一个来三二一开始我吐我吐了吐我行我自己我吐了我吐行我自己我行我自己我吐醒我吐了我近视我吐我吐吐我吐行啊对来请说出你的答案我已经失聪了请说出你的答案我吐了我近视啥什么我再重复一遍来来来看一下提示板是什么答案我还没说我控制不住我自己你说啥你吐了吗你是咋的还有我三个字儿我一个一个我控制不住我自己自己和自己还算吗我怎么吐了你自己反正我对了吹了两个字一个字一个我就对了我的队长说了算一个字两个字两个我也是队长两个我哎我先去哪儿来着好第二队队长记住对一个只对一个下一轮哎哦没事我们有一分我们赢了我去哪里来来把你们的来不参加游戏的朋友来这边站着你是不参加游戏的吧你旁边去这边过来朋友小明哎朋友们不参加游戏的请上这边就对不起啊不好意思你想捣乱是不是捣乱是不是等会我带个耳机对是第一个至关重要的人哎我来啊同志们主持人你好你好耳机都戴上戴上了检查一下那边戴好了等会你们都戴上了他说戴上了哎星星啊他能听见你把音量给我调大点我这个音好是不是很大声哎呦是不是我这个音好哇我快失聪了可以我为什么要戳穿自己的好啊哎我这声音太大了啊好现在来我们的题目来出现一下啊大家都不要看啊不去看啊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停嗯好等准备啊预备开始原来可以跳四对四十十四十是四十
四四四十，四四四十十，四十四，十十十四，哇，还好不是我答这一题，还好不是我，开始四，啥四，是四四对对四十四，四十十十，四十四。是之子，四十四十四，你说清楚点啊！四十四十四，是十字，四十四十四，四是十，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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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等一下，不要着急，预备，准备好，开始，四四二二四二四个十四四个四个四二四二四，我们赢了。啊，对对对对对，十四十四阿哥，四二十四，十四阿哥，十四二十四阿哥，四阿哥，对的，四阿哥，耗子使出了，格格十四阿哥，格格什么玩？十四阿哥，你才阿哥，就是格格参见阿哥，格格参见。什么玩意儿？这是十四阿哥，跟一个阿哥，一个阿哥，十四阿，十四阿哥，十四阿，十四个阿哥，十四阿哥，十四，可以可以，真的，耳机摘了，耳机，耳机摘掉，摘掉，十四阿哥把耳机，耳机摘掉，耳机摘掉，是不是十四阿哥？激动，对，十四阿哥你好，十四阿哥，十四阿哥你好，十一，来说说你的答案，参见十四阿哥。学的多啊！形象十四，看见十四，两个字，哎呦，两个字，还有啊，两个字，二十，所以答案是什么？我啥来着？答案是四十，哎，哎，哪有阿哥？参见的欲望太强，不服，你这个老鼠屎，哪有阿哥？来，目前是我方队领先一分，再来一轮，一共有两轮，朋友们站好队，当最后一个。那我在哪儿呢？来，院长，再当最后一个吗？不是那么的，我不要钱。哎，那我来第一个吧。哦，好的，我第一个。来，不着急。看向前方，戴上耳机，调大音量。对，闭上你们的眼睛。好，请出提示板。来来来。哦呦，我的妈！什么？哇！红鲤鱼，鱼绿绿，加厚鲤鱼。哇！你记得猪刚是？提示板上是什么吗？好好来来，第一个，预备，开始。红鲤鱼，鱼红红鲤鱼，哎，鱼绿鲤鱼，红鲤鱼，红鲤鱼与驴，红鲤鱼与驴，绿鲤鱼，红鲤鱼驴，走，可以了，红鲤鱼驴，来来来。预备，红开始，红鲤鱼，红鲤鱼，哎，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与驴，驴驴驴驴驴驴，红鲤鱼与绿鲤鱼，驴，红好到时间，红鲤鱼，对，还龙鲤鱼呢，预备，开始。红鲤鱼与驴，猴的耳朵，王医生，鱼，红鲤鱼，猴头鱼，红鲤鱼，红鲤鱼，猴头鱼身，红鲤鱼，啥？与驴，猴头鱼哭了，红鲤鱼，什么？红，好，走，啥也没听见啊，我这个声音好的，龙哥，预备，开始，猴。猴，头鱼，完了变种了，变种了，猴头驴哭了，猴糊的，猴头鱼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猴头是糊的，我觉得我已经很准了，哭了，哭，猴子哭了，猴头鱼哭了，猴头哭了，猴头好，来，走，来，请说出你的答案，老哥，猴头哭了鱼。猴头哭了什么？鱼啊！来，请出正确答案。红鲤鱼，哎，我还对了，哪来的鱼？哪有那么多字？我以为我们能对三个字。昨天的题目，我很聪明啊，对吧？对你在说什么？他跟我说的驴，我后半句已经。
经忘了，我只记得红鲤鱼绿鲤鱼。好，对了，一个字啊，目前我们队只要能再拿到一分啊，一个字，要不我们就哎不行，还是说来站过来啊，你们走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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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捣个乱呗，朋友们保持住，哎，好绝望啊，哎，注意眼神，彼此真爱，来站这儿，来站住，嗯，我们只要再拿一分，休想。休想休想，来过来一个切板的，踏板的，我，嗯，在后边切，在后边切板的，在哪里切？在这儿，对，你就这样，就这样就行了啊，知道吗 ？One, two, three, 开始，还没出提示板的大哥。One, two, three, 出提示板。哎，智商真的是，哇，掌声满满。开始，三一三一的大的大鸡姐鸡姐头纳鸡姐鸡姐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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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姐鸡咕咕咕三一的鸡三一的鸡姐鸡姐对哎等一下听裁判给我三二一开始三一。对的鸡姐出声了你眼睛把塞人家嘴巴你远一点鸡哥鸡哥哥打鸡姐鸡对三一鸡到了到你转过去 One two three 开始哎说回来鸡鸡哎哎七个字鸡姐，我没有脸对大家，我的队友。鸡姐和虾，哥哥打。鸡姐和虾，鸡哥哥哥，哥哥打，哥哥哥，哥哥打。到了，回去。One two three， 开始。鸡姐和虾，鸡姐和虾，和虾，和家。鸡姐，虾。虾，都牛了！鸡姐爱家。啊，好，哎，赢了，请说，打死你俩！鸡姐爱家，鸡姐和虾。说出你的答案。鸡姐爱家，动。来，请看提词板。鸡姐，对了两个字。这对了两个字。好长的一段。彤彤啊，不是那个彤彤啊，三一呢？这个人说三一呢，我听你说三一的啾啾，然后我就在想，肯定不是啾啾，肯定是鸡姐，真棒，对，好歹对了个鸡姐，我们以四分领先你们队两分，还有什么可说的吗？还有什么可说的吗？我后悔了，今天眼睛有点糊。然而这个游戏没有任何奖励和惩罚，我们那么认真是为了什么？我知道他们现在要搬救兵了。他既然他们输了，他们要搬一个救兵，非常厉害。刚才提到了鸡姐嘛，那今天又是鸡姐的生日场，那就有请鸡姐为大家带来美丽的 solo。哇！谢谢大家。哇！直到你满意，一二三四五六七。
下了台阶，婆婆磨磨唧唧唧，有些要字我都要不起，要说什么不可以，就叫我爱你，婆婆磨磨的的的的，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深深的说，对不起我又大舌头，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深深的说，说爱你我就大舌头。转身靠在边壁，立正开始正义，说一万遍我爱你，直到你满意。一二三四五六七，开始倒数表白的成绩，每一分钟的一米，竞争着太急。婆婆磨磨了几句戏，有些要字我都要不起，要说什么都可以，就叫我爱你。婆婆磨磨的怎么了？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深深的说，对不起我又大舌头。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深深的说，说爱你我就大舌头。是我都说不清，嘴巴记得你要放干净，婆婆磨磨的疼了哥哥和姐姐洗，句句是字字字一无语啊哦哎啊哎啊哦啊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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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高高高高深深的说，对自己我也大舌头。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深深的说，说爱你我就大舌头。不是大舌头。好，在此再祝曹娜生日快乐。那今天呢，曹娜的生日场也著名的722特别场公演，特别在哪儿呢？我们把我们的一对学姐，我们的家人马建岳马哥请到现场。当然是礼物，礼物。行了，你可以走了。等一下，还没说送给你的。你走了，放开。然后今天是娜娜的生日嘛，然后准备了一个非常丑的礼物，只有这么丑的礼物才能配得上这么丑的她。什么？这么丑的你送我这么丑的礼物？你看，很可爱，真的好可爱啊！这个是我，这个是她、哦。真的，哇，鸡爆你怎么那么小？我怎么这么小呢？对啊，你怎么那么小？奇怪，你好小，而且还拿一根绳子把我绑住。啊、天哪！马哥，这是不是你自己缝上去的？哇，这是导演缝的。鸡抱着马，好喜欢，我要天天把它放在我的床头陪我睡觉。哦呦呦、哎！你以为都跟你一样是鸡姐吗？嗯，我们是不一起睡觉的。哦，那你我们都是白天工作。那礼物送完了，你没不送个蛋糕啥的吗？蛋糕不是应该你们准备的吗？恭喜！哎，我好不容易回来一次，叫我准备蛋糕。期待一下今天又是什么口味的蛋糕。然后，蛋糕来啦！哇！哇，抬一下！哇！哎！哎！
位是谁大家都知道吧，偶像的偶像克群哥今天来到我们剧场了，咱们是不是应该用点属于我们剧场的这种应援方式来欢迎他，来克群哥能不能做个自我介绍，我们有一个非常厉害的 say no。 好来请。好Hello 现场的所有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克群。say no 吴克群。哇，太帅了，太帅了。哇哇哎呀套路套路、哎、我觉得 我来生也要当女团的成员。好啊好啊，怎么会那么爽。好，那今天克群哥来到这边呢是娜娜的生日嘛，有没有什么想跟娜娜说的，刚才有唱了你的歌。我刚才有听到你的大舌头。对，然后是不是以后觉得这首歌毁了，尴不尴尬，这首歌被我毁了。不会不会，然后我很开心，就对可能我有陪伴了你的童年。没有没有，我很老了前辈。但是呢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希望你能够一直坚持你的梦想，你们所有人都是，对，然后生日嘛最重要是能够完成你生日的心愿。今天我很开心来到这边然后见到你，然后希望你以后的愿望都会实现。没有，我见到你，我的心愿已经完成了。谢谢谢谢谢谢。不知道为什么，我站在这个位置有一点莫名的奇怪。先看这边，再看这边，有一种那种老妈妈的感觉。然后今天克群哥就是为什么突然间出现在这个时候，然后推着蛋糕就上来了。其实是因为我答应的一个好朋友，也就是佳佳，对佳佳姐。那因为她。当初他说他要开始来经营，然后一起来做这个女团1931。那他说之后可不可以请我帮忙？那我觉得答应朋友的是帮哪方面的忙？他说，因为我那时候说你需要什么帮忙的话，你就说。然后他后来就跟我说，有一个成员生日了，然后他很喜欢我，希望我能够来，能不能来这边为他庆生？那我觉得男人是这样的，说到一定要做到，对不对？前辈，就是特别喜欢，我特别喜欢，然后我下一次就生日了。下次，一下子祝完吧，克群哥，祝1931的所有成员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谢谢然后刚刚有说跟就是佳姐关系很好嘛，然后基本上是有忙都可以帮，刚刚已经帮了一个了，还有一个忙也想请你帮一下。哦，你说。就是你给很多女歌手都写过歌嘛，你是创作型的才子，能不能给我们组合也约一首啊？我因为我之前都帮应该算女人写歌。我们也都是女人，都是很对漂亮的女人写歌。现在因为我觉得你们是女孩，我会试试看好不好，我试试看，因为你知道现在我很难揣摩女孩的心情。费用好商量。对，我有机会的话我希望能够帮你们写出一个属于女孩的情歌，或者是女孩很青春的歌曲。好，要鞠躬感谢，三二一鞠躬感谢，谢谢谢谢。哇，然后刚刚克群哥其实没有坐在观众席，一直在后面看我们的这个监控嘛，也看到大家的演出了，怎么样？因为其实我刚刚在看的时候呢就是在找演员，对，因为我接下来呢自己要拍一个电影，对，所以呢我也在研究一下，所以哎，我觉得你不错啊，小胖。可以可以的。所以我也在找一个可能性，对，希望就是到时候有很好的人才可以来拍我的电影。我现在也上台了，可以看一下我。
就是有没有缘之类的。好，那么今天非常感谢柯群哥，我们再次大声的 call 一遍 ，Say no， 洪柯群，谢谢。好，来谢谢柯群哥，来请稍微再后台休息一下，谢谢，谢谢前辈。这儿有个超级粉丝，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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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辈，谢谢，谢谢老师。来来，跟你握个手啊！也很赚啊，今天就、啊、就花了那个站票的钱，然后又握了手、啊、而且还有可能去演戏，我这样把问对、啊、约了戏了都已经，就很好，就演一个那个卖包子的就挺好的好，然后今天呢是娜娜的生日嘛，然后来说一下有没有什么愿望。哎，不是，我说一句实话，这个星宫演的这个服装就是身材就是很凸显，很好。喜欢吗？对，这那你呢？就稍微有一点弱。你先别说我的，我是 solo， 你是拜拜。哎，怎么都往后退了？不想让我看到你们这个凸显。来，先别说我们了，来来说蜡蜡的部分，你先许个愿。吹蜡烛啊，这是蜡烛。这个蜡烛真的好，吹吧吹。是不是要先唱生日歌？这蜡烛有点吓人。好、啊，先唱歌。你们没有一次搞清楚这个过来的顺序的。对不起。三二一，走。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这一个很长的愿望。哇！切蛋糕。我有一个愿望要说出来呢，说出来就不灵了。我有两个，所以许了那么久，就说一个先不灵的吧。对，怎么就不灵呢？这个必须得灵。说出来就不灵了，你既然要说，那肯定会不灵。你说吧。我就要说，我偏要说，我就不信他不灵。没事，说。我想说，就是我来到1931这个大家庭，希望我们这个大家庭早日脱离十八线女团，越来越红。哇！怎么了？你说是三十线？哎，等一下，十八线怎么不好了？你让36的怎么办？那你回来呀！是，那你回来呀！十八很前面，好不好？数20个数就能数到我们。好，然后今天呢就是除了柯群哥也有很红的人来了、嗯、一个哎来聚光灯打到他们的身上、哦、然后这两位呢都是我在奇葩说的好友，一位是刘罗兰女士和我们的 BB King 潇潇。 Hello 大家好、哦，我觉得是不是很公平的，就是刚刚柯群哥上来你们就很热情的 call 别人，然后哎对怎么回事啊，对啊，现在潇潇来你怎么不 call 啦，哎给我个 call 给我个 call、哎、不等一下停，来先自我介绍，一个来一个来啊、我先吗？我先。大家好，我是跟马建岳一起参加奇葩说的选手，我是潇潇。大家好。谢诺潇潇啊，谢谢。来蹦蹦，来蹦蹦，那个蹦蹦就不用了，他自己会。那个我就带，大家都别说话，让他自己尴尬。他自我介绍完，我说 say no， 然后他自己带自己的毒瘤扣，好不好？大家都别说话，都别说。好，来准备，来自我介绍。来，大家好，我是奇葩说的蹦蹦 ，say kai no， 一级棒，卡哇伊，蹦蹦蹦蹦，超可爱，超级可爱，蹦蹦蹦。哇，厉害厉害，蹦蹦耶，好嘞。然后我们再来一遍，刚开玩笑啊！大家好，我是来自奇葩说的蹦蹦。哇！就大家都戏很多，果然没有 say no， 很生气。等一下，戏很多，我还没有自我介绍。大家还记得第三季的时候我的自我介绍吗？不记得也没关系。来，请大家伸出双手，跟我一起做马、千月、
马建岳。Hello， 大家好，我是1931永远的老菜皮马建岳。哇！主演主演。谢谢，然后哪儿呢？我刚刚下面坐着，我脚都是抖的，因为我很久没有来过这儿。一上来我发现还是熟悉的配方啊，大家都很熟悉啊，这边的小伙伴啊，嗯。然后今天呢，就有两位来嘛，还是要问一下，刚刚克群哥讲到演员儿，来蹦蹦说一下，看了这么久了，有没有哪位女嘉宾让你心动？加推了，已经加推了，加推了。谁呀、啊？你不方便说，你也可以说一下他的应援色。啊、有一个我忘掉了，我还是。他刚刚还拍着前面的那个句句说：“哎，那个大王的应援色是什么啊？”啊，加推两个啊，实话，一个是大丸，还有一个是项羽星。嗯、哇。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在加推之前他的本命就有20多个，也就是说加推这两个你们都是23和24，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我都排到第10。单推马建岳，单推马建岳。句句投票切盘吗？切盘，给你切盘，给你切盘。好，那来逍遥刚刚就是有很多问题问我嘛，就说因为他第一次来看我们女团的这个演出，然后之前我在奇葩大会上面说的可能让他对我们这女团有点误解，他跟我说马俊彦原来你是这个组合里面最丑的，好吧。哦天哪，没有，我是说跳舞跳得最差的。哎呀，你刚明明说我是最丑的，他说其他成员长得也还挺好看的嘛，就你就稍微哎，没有，我真的，我今天来这个地方，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看女团的演出，然后我觉得解开了很多我对女团之前的误解。对，因为马建岳包括你们自己也很喜欢侮辱自己说。但是今天我刚刚在看你们演出，我还跟马建岳说，我的妈呀，3个小时累死了吧。然后但是我觉得通过小马来到奇葩说的表现，然后我今天又在这里看到这么多1931的女孩，我真的觉得大家都是聪明的而且努力的。然后我今天看到你们的演出，我也理解为什么马建岳选择去当一个辩手。天哪，搞事啊！这是，我就是因为混不下去了，才去当的辩手，没有办法。而且我跟你们说，我觉得你们的粉丝哦，就这边的男生，他们很可怕哎。因为我在这里，就是我必须强打精神，一直摇荧光棒，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打哈欠或者什么，他们会殴打我，你知道吗？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很高兴，就是可以跟这些人，就是这些粉丝一起看你们的演出。然后，哎，我可以加入你们吗？真的，还要收钱？对，好好好，我加入你们，我加入你们。哎，加入应援会都是要给钱的。真的吗？哎，可以啊，可以啊。然后，哦，对。今天我觉得除了小马之外，还要祝这个辣辣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对，然后我今天来呢，其实刚才我听到那个克群哥说他是来选演员的，我也来帮我们奇葩说看一看啊，有没有新的可以参加我们奇葩说的选手。马建岳，你下一季可以不用来了。说一下女团方面的事儿啊，我已经讲过了，你们就不能再讲了啊，就是想点其他的再去参加吧。好，对，尴尬了，我是不是得走了？还是可以？没有，你还要一起帮我们拉拉切蛋糕呢，是不是？来，切了再走。又来了，又来，这个老习俗。感觉要结婚了，来来，一刀两断，如意神剑。哇！你都可以到后面去吃了，没有问题。你们是让我一个人拿着下去吗？不不，没关系，我就一个人下去。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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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谁是中线？你是中线，你是中线。我现在我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特别不满意，就是每次呀，我一 solo， 我一过生日，我就玩不了刚才那个游戏。刚刚什么游戏啊？就是你们玩的那个呀，接龙。我特别想玩游戏。然后今天我生日嘛，我最大，对不对？对。所以我要邀请全场的观众朋友跟我一起玩一个游戏。哇！你们要跟我一起玩一个游戏。什么游戏？害怕哦！你们猜一下呀！哇！哇！哇！你们愿意跟我玩吗？哇！好可怕呀！来，请看规则版。夏日排球游戏规则：小偶像向观众同时抛出两个排球，随着音乐，排球可在观众与观众、观众与小偶像之间任意传递。音乐一停的时候就停止传递，此时排球停留的位置的观众将会有惊喜啊！用朴素的话讲一遍，就是这个球等会得往下一扔，然后你们就开始打它，然后打它的时候音乐没停，就不要停止打它。哎，你们千万不要把球打回来，不然你们惊喜就没有了。对对，音乐停的时候球在哪儿，惊喜就在哪儿。对，惊喜就会出现在那里。来吧，好，你们准备好了，把球抛准备好了，把球准备好了。小心，在空中啊！好，音乐已经停了，我们回来了。好了，你们不想要惊喜？这个游戏你们是不想要惊喜是吧？哎呦，这有人吗？这其实你们可以不用传给我们的，你们可以在自己这里传。到底你想传不过去？这个游戏不科学，不科学。那个刚刚惊喜在哪里了？在那个最在那个圈圈是吗？好，你们的惊喜呢马上就要出现了，请稍作等待哈。这个时候呢，你们猜一下惊喜。音乐不要停。期待吗？期待惊喜。你们期待吗？真的啊，你们说不期待。不期待。哎呀，给个面子期待一下吗？这个是我们亲手包的和弄的。对。对。可厉害了。是我们成员亲自准备的。在排练的空隙。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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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在哪？球在这儿。在哪？好，是吗？来，朋友们，好，发礼物了，去吧，走吧，一起来感谢吧。哇！小心，你先发，我好难发，小心先发，你们，给我发。我觉得。喂，举起你的双手，我觉得应该。Put your hands up， 哎，注意安全。哪边大声就给谁。我来。我哪里的手举得最高就发到哪里。对，声音大他们就哪里声音大就撒哪里。我们的惊喜准备很多，分量很足。来，谢谢。我们导演组今天大方。哇！特别多惊喜，随便发。哇，大家都非常开心的样子，我也好开心哦。是什么？你们喜欢吗？喜欢吗？打开看一看，看看是什么。看一看。
喜欢吗？七姐为你们准备的小惊喜是什么呀？里面有看到是什么吗？球去过那么多地方吗？我怎么没有？好的好的好的，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个惊喜吧，对不对？咱们星星不知道在惊喜在哪儿，星星不知道最后一个给谁了。星星你快一点了啦。哦，你们都发完了是吗？哇，我好幸运哦，拿到最后一个。那么大家惊喜也收到了，那么接下来呢，请大家继续欣赏我们的表演吧。哇，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偶像不像话。那本期呢是曹娜的生日场，所以说我们就联合了所有的成员以及工作人员，想要给曹娜制造一个惊喜。那么这个惊喜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剧场灵异事件。对，其实我们就是找了几个人去扮鬼，然后去吓曹娜。但这个鬼呢，其实是其他成员都是装作看不到的，只有曹娜可以看得到，是不是很刺激呢？无聊起早走过控台啊，提示器坏了，控台、啊、提示器坏了，这是要爆炸了吗？坏了。哭的声音啊！真的是哭的声音。你们其他人耳朵里有声音吗？没有，没有，我没有带。我带了，我有啊。真的是，我刚才就跳的时候，我就觉得有声音，然后我觉得不确定，我刚刚仔细听的就是那种。小梦，你去帮他听一下，听一下小梦。现在没有，刚才音乐里面有。你放那个歌再放一下。现在没有。我说我是好了。音乐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我们就继续走歌，来抓紧时间，快点，来继续走歌，别废话，快点抓紧时间，四点了，现在才第几首歌？边走边看着旁边的。最后一个吗？可以，好，我们再看看。来副歌来着，无聊做出来。什么在想啊？等一下，上面什么东西在响？是有这这个东西吗？上面没有人。好，二分之一，三二一。检查一下怎么回事啊，你一直出问题，要不要彩排今天？又是提示器坏，又是灯一闪一闪，怎么回事啊？今天，好，二分之一。
你知道我们在干嘛吗？今天你没有看到后面的啊？谁呀、啊？他就在那里站了半个小时，你看到了吗？他们在后面睡一下了，已经。还有上面这些人有鬼看不到吗？我真的没看见，他视力不好，两百多近视。所以你们都知道是吧？我们可辛苦了。我们准备了一个星期就在整你，辛苦了。Thank you.
到你能发现书本你画下还没记好，好想知道我能不能成为你的年少。银岁月下我对着画反复练习微笑，和说多人情话，风吹枝桠，我的脑海想的都是你呀。那冰淇淋都学会流泪的夏天，忽然就离我们很遥远。问你是否愿意亲吻我倔强的小任性，也许我会爱上你迷人的蓝眼睛。问你是否愿意陪我在屋檐下等雨停，也许你会想念我在下一个天晴。终点，举起远歌，自未来诗篇。
哇哦，看看，应该大部分都是给娜娜。先 OK， 先念一封来自写给娜娜的。在场如果有第一次来看公演的小伙伴，给大家解释一下纸飞机。这个呢，就是粉丝和台上的成员之间的一种联系。你们有什么想要对我们说的话呀，都可以写在纸飞机上，然后我们也会在微博上不定期的回复大家。对，纸飞机呢，我们只要在我们的公演剧场就可以免费的领取到了。像是这个啊，我想对姬姐说生日快乐，据说今晚有特别来宾，一定是给你准备的惊喜，接下来的日子还会陪你走，努力加油，肥欧。哇哇，让我来抽一分哈，为什么我的是黄色？鸡姐呀，鸡，你来帮我抽一个，这个，你要抽黄色的。哎呦，这可真不好读，压抑写的。哇，太巧了。没事，他就写了几个字：生日快乐，辣辣。那我这抽到一个你的，生日快乐，迟来的祝福。从第三季后期看到你现在到第四季，我看到你许多的进步和努力，希望你以后在偶像这条路越走越好。来，你念 ID。 ACD 小王子。哇，谢谢谢谢。那接下来呢，是一首非常动听感人的歌曲，叫来自未来的嘱托，请大家欣赏。谢谢谢谢。哇，做过的假设能如出一辙，怎会猜到我和你变得快乐，也猜不到做什么让暗恋不苦涩，退缩着等待一个未来未知时刻，你懂我在想什么，爱上我了。冬天阳光暖暖在窗前洒落，当某瞬间能对话到回来的我，若他偷偷告诉说我们结局是好的，现在的我会不会相信不更
看我们穿成这样子也知道圣诞节要到了。对，圣诞节。对，接下来的一首歌大家知道叫什么吗？哈，不要瞎说。告白叫做圣诞告白日。那圣诞告白日，你们请朋友们大声喊出你想告白的名字。这么快？啊！哇哇！哦哦，很好。哦，没有吧，没有吧。那你们收收。你们想不想收到成员的告白呢？对，想啊。好，那没有告白了啊，不想啊。平时都是你们天天喊啊，我最喜欢谁谁谁。今天就由我们为你们送出告白信。哇，我们准备了22封告白的贺卡，藏在了你们的，随机的放在了你们座位底下。对，随机座位下，啊，找一找，你们可以找一找，你们可以用小猫的闪避。那战区的呢？战区的话呢？哭吧，那就哭吧，不要哭。对，让你们留好的票根现在要用得上了。对，随机抽取4封战区的票，然后结束后呢，大家拿着票根去找工作人员，去找工作人员姐姐，然后去兑换这封告白信。现在开抽，仔细的找一找啊，因为22封还是挺多的。座位下仔细找一找啊，贺卡座位下。哇，已经有人找到了，来，我们找到了吗？啊，好好找一找，在地板的靠后面点的位置，就是刚进来的时候可能会看不到，你要仔细的爬进去看才会看得到。大家看一看啊，好，开始说吧。来，我们现在来抽战区的，抽一个战区的小伙伴。哎，先不要念出来，哇，是我最喜欢的。先不要念出来啊，我们有点悬念。哎，哪儿说了？哦，在这儿啊。来，拿一张啊。那来，谁是欧洲人的游戏？来，欧洲人要出现啦。来，曹娜念吧。真的是我最喜欢的数字，战区的35号。战区35号，哎，哦，恭喜！我是战区的11号。怎么那么多人举手？坐着的看什么？战区的24号，24号，24号，战区的45号，战区的45号。哎，马哥，总有人一直在举手啊。先要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贺卡呢是由我们成员，现在在场的11位成员，每人写2封亲手写的圣诞告白信，就恭喜大家。好，可以把这个，怎么办？拿着票根单独拿出来，把这放给姐姐。来，好，那现在圣诞贺卡也收到了，告白信也收到了，那接下来一首歌曲是。圣诞告白日，哇！写下给你的半步，声音风高，白心。
经过那棵圣诞树，我慢慢写下对你的爱慕，这一封告白信我写的很小心，我鼓起了勇气三岁去你慢慢走向你，圣诞快乐我从这里说，你微笑沉默不把我心事说破，圣诞
的特别场公演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下一次再见，谢谢，拜拜，拜拜。季春的款式，也就是之前说的以绿为主的，然后这次选用这种大面积的荧光，是因为要营造一种比较不一样的舞台效果。因为换了一首歌之后，出场的是这一套，就比较含蓄，它的所有亮纱选择的感觉都是这种一点点很含蓄的风格。然后这次选用的设计款也是一种上下分体，然后是有小杯心的这种感觉，所以这个我们做起来比较难，就难在于它这套很蓬很大一套之后还要套上这个外套，那对于舞蹈的困难度跟艺人们穿上台，然后整个身材要求是比较高的。那这一套呢是我们第二趴的曲子，也就是夏天那一趴，也就是所谓的缤纷款。这套服装最大的亮点在于这个你目前看到白色地方的肯定会是艺人个人喜欢的东西在上面，所以粉丝们你会从这上面得到我们艺人喜欢的一些信息。提拉米苏那首歌，因为里面的道具是拉杆箱，意境在于是说想让艺人们说拉着行李箱去旅游去沙滩的一个概念。我们先讲一下，就这款秋天的这款设计呢，就是脑袋想到秋天就是金黄色，落叶的感觉，落叶的颜色，所以是金黄色。金黄色我会想到就是英伦的感觉啊，所以为什么这一期是用英伦，因为刚好加上曲风调子慢这种感觉，所以很适合这种校园风的感觉。那这款是我们就是一首单独唱的歌，叫做来自未来主播那件衣服。那这一款呢是一件一字领的衣服，不是背心。为什么会选用这些毛条，是因为想让观众或者是整个视觉上突然一下子进入了冬天的感觉。水滴的这种小饰品，这种小细节上面的设计，包括像这些像亮晶晶的，有点像下了雪然后结了冰这种亮渣渣的感觉，包括打灯之后像这种小雪花这种小感觉。这个呢是缤纷款的那个，就夏天那一趴的那个头饰。因为之前我说到说夏天的那个服装，它身上会有一个很细节的地方，就是身上脏的一些小玩意儿是根据艺人个人喜好来做的。这一个像这个大的呢是薛明阳青的，因为它是短发，新工业造型是两个小辫子之后，我们觉得可能这么大才显得出就是会比较好看，而且它比例各方面比较小，所以显得它要把它弄得更明显一点，所以我选用这么大的就设计就头饰头花给它做这一款。上面这个小花呢是运用了上衣的料子，然后去有叫激光烧花的，然后烧出来的。它其实面料上是有点方折度，然后打了灯之后不是那种刺光的，然后包括我上面加了这种小圆钉，它也是不像这种特别亮的，因为如果是把它全都加这么亮的话，它其实会把上衣衣服的亮度整体感觉给抢走了。那我们这个是来自未来的主播的这双鞋子。那这双鞋子可能跟你们其实看到以往的都会以往不同，就是因为很赏的一些钻，还有这种蕾丝上面的一些设计，包括到后面就是这种流苏是延伸了它上半身的一些细节上做的，为了让整套服装是从头饰到项链、衣服、鞋子都会做一些这样风格统一的装饰，跟这些小细节上很花了小心思的。
一场次的听众公演，也就是八月五号是薛明杨青，也就是小明的生日场公演，希望大家到时可以到场为小明应援。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爱歌声欢迎成员返场。爱克隆一个咒，爱克隆。距离，是我一直想要跨越的距离。
不同角落，在每个日落夜深，等一次相遇相知的眼神，让一切为你成真，打开你心中的门，早点赶地铁回家啊，我就说两句，真的，对对，非常感谢今天那么多的小伙伴来参加七二与你的季节特别公演，也谢谢我们的特殊的来宾，谢谢你们看完了我们的公演，希望你们下次多多来看我们的与你季节公演，谢谢大家，谢谢。好，7月22号与你的季节特别场公演到此结束。Wow.